可是你不，你不是想要练习开车？你不会开车，你不会开车，你不会开车，你不会开车。那今天你开，我在你旁边。不是，没有，大爷在你旁边。不是，他是有驾照，但是他很少开车。他有驾照哦，有驾照，我们都可以陪在你旁边啊。我知道了。还是今天就是全程都给晋伦开车。好，可以耶。你们买保险了吗？我保蛮多家的。节目不是有保吗？对啊。你有很常开吗？不常，不常开。常开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边刚好车比较少。可以，没有吧？要不要？要不要试试看？今天都给我。对啊，其实真的啊，就是你今天当哎，好歹我也载你载那么久，你载我一下 OK 吧？真的 OK 啊，可以吧？我只是怕所有人，我只是怕出事而已。不会，我们就是小路出去到大马路上再换镜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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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子他不会长大。对，我们最多就是开到田里。对，没有真的真的开车就要从这种小路开始练习。哪有汽车可以这样？哎，好有意义的事情哦。要汽车要直线。哎，静茹，如果你这十四天学会这会敢开车的话，那之后你就敢开车。没错，那你的今天不行，就是要今天。我觉得真好棒，我刚好出去，你当时好。对啊。七个人，但是人还多。表我觉得就是一台车，谁的车？谁的车？谁的车比较大？露营车。露营车最大。不是谁的车？那我的车只能坐五个。你没办法，一般的车。你的车？五个。哎，还有最多。哎，好有意义的事情哦。要。为什么老大你开什么六四五啊？没有，我开七人座的奥迪，拜托。246。哦，七个算真的可以吗？你们在为难老大，因为他没有潜力。老大想说，我的修理车要给这个人开。没有，我那台车真的很大台哦，试试看。好啊好，那因为我车上有那个婴儿器坐着，我等一下就把它拿下来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拿。好，我跟你说没关系，不要，所以我坐不了。静茹真的真的真的要小心。谢谢你帮我说出来。我为了完成他的梦想，我愿意，好不好？哇，好有意义的事情。然后那个方那个左右的那个那叫什么？代表，紧张讲不出话。还有什么？那个后照镜，对对，左一点，左一点，慢，停。我们先把那个误解讯息，把那边落叶扫一扫。好，静茹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开过来之后，我先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。行，要，我觉得需要，需要对不对？我觉得需要，很多垃圾。我开选一个，对。因为米果也开蛮大台的，所以我知道，所以我还好。天哪，是在开玩笑是吧？好，艾莉，你很爽哎。嗯，我紧张了。我们今天就是陪帮你，对，我们今天就是陪你陪伴。就陪你，没关系啦，走啦走啦，你可以的。出发。林靖伦，林靖伦，去吧，先上去啊。先发动车子，我很怕热。好，我先发动。不要，你先习惯一下。靖伦，我把钥匙交给你。你先习惯一下。我们直接女生坐后面。哦，他可以。靖伦，我把钥匙直接被发现。春哥啊，他的钥匙，我看。他有钥匙孔吗？我看，我开钥匙孔。那没有钥匙孔。那没有要，直接按。直接按。你要按踩刹车，按这一颗。这颗。对。哦。好。哦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也有点紧张啊？我现在也有点有后悔了吗？紧张对不对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没关系吧？我觉得为了完成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觉得就你开吧。他还没有录哎，现在有了。哎，小杰，但是往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静茹，你冷静一下。我觉得静茹，你们可以先上了。帮忙。可以了。我很惊慌失措，各位加油啊！哇塞！
现在很大，好远。我们先系上安全带，各位。系上安全带，各位。哎，我等一下看一下研究，我中去哦。进轮那个左右边的那个后照镜都 OK 吗？还有需要再调整一下吗？我觉得 OK。OK 啊，那你前后倒的话，前后我要比较往前。你要比较往前，我一直往前往前，往这边前面推一点。推对对对，往前。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吸了一些？我是不是吸？然后你这个没有再往这个拉回那个椅背那个形状，对不？对，这样子。好，往前往。哇，我是白痴的想。我觉得不是白痴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有点紧张。我知道。哎，我一点都没紧张哎。对对对。然后那个方那个左右的那叫什么？代表。紧张，讲不出话来。还有什么？那个后照镜，对对，后照镜 ，OK 吗 ？OK。就是角度都 OK 啊。OK。确定啊？对 ，OK。哎，各位，我们进轮，不是进轮好了哦。好。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因为我骑车来，然后我真你骑车到宜兰，我真的骑车，你也太帅了吧！好帅，骑车来。没有雪隧，你是骑北宜哦。北宜，你就是享受骑车。哇，你很爽。可是骑北宜应该蛮舒服的。我不会开车，我家人都觉得这很简单，这个你就不会超丢脸。我没想到我是第一个，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没有心理准备。其实这么快要来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就赶快来好了。好，好 go。哦。慢，没事。我们右转。那个这里很窄哦。这是进轮的。对，先转大一点，转多一点，转多一点。加油！我们全车的安全都交在进轮上。好，我们可能可以过，可以过。过。哦，第一关过。耶，恭喜！慢慢来，没事。可以。不过这台车在这种路真的比较不好开。对。你只要会开了之后，你其他车应该都会蛮好，你应该就会顺了。进轮先 7 哦，我们好。我觉得还蛮稳的哎。是吗？对，抓對目前为止就抓方向盘还蛮稳。说方向。好慢哦，我们这是6。哎呀！哇，努力！哈哈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好玩？不会啊，还是不会玩哦。哎，他背后看起来很紧绷。对啊，很紧绷，绷在这。哎呦，就要注意车，还有会车的部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第一关过了，对，第一关过了，考到15%。对，你要左右都要看哦，有对看车，没有车再过。OK 的，他有驾照啊，只是很少在开啊。我觉得他蛮可以的啊。其实 OK 啊。人右手是怎么回事？那你为什么？他在哪？是觉得紧张，他抓旁边吗？抓旁边，紧张真的会往这边抓。一下老师，可以啦，蛮稳的啦，蛮稳的，蛮稳的。那所谓的不稳是怎样？就是会晃啊，急刹急刹，或是那个方向盘一直有这个，他在故意有点不稳哦，有不稳。冷静。进轮，你是几什么时候考到驾照的？我吗？对，是毕业大学毕业那一年。哇，那蛮久的，22。对啊，22岁。你是考完之后基本上几乎都沒開？我考完立刻去当兵。哦。然后出来就直接上台北，就没机会开车。进轮现在时速差不多30公里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回来它就会变60。对，过它到红绿灯。哎呦，加上到50啊，过到红绿灯，耶！我刹车也刹得不错啊，很顺哎，还不错啊，林俊尔啊，还不错啊，30啊，哦，这个就不行，哦，怎么热？你是不是腋下都湿？我一开超强，湿爆，风对着你好了。
信伦可以边开这边吃东西吗？各位，我觉得先不要叫他好了，我觉得他到定点在这。喂他，我可以喂他。另外一个寿司可以喂他一个一口一口吃的。好啊，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再给他。好，来哥。哇！幸福。哇，有没有？小心一点哦。现在只差刹车成就了，加油！这样刹车怎样成就？刹车很，还有进步空间。哦，好。它那感觉很细，就是你要那个，你要人车合一。对，你要人这句话有讲，你就是这样。哇，有做梦的感觉。我这里好像会有焚风，焚风，有点对对，它是山下面。我觉得林俊荣好像克服哎，他已经可以聊天了，他已经时速开始起来，60，时速60了，60而已。果果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放音乐了，然后目标是100，对。春哥 music， 我们进来了风景区。这边要你，我要靠大一点进去哦。这样的话很难进。没关系，那挑战来转，慢慢来就好了，慢慢来就好，慢慢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过了。OK， 去那边按那个。他手伸出去。我们先打，因为太远了，我们先打那个停车档，按一下就好了。对。他窗户下这个，这个。对，往下推，往下。对。按住。他没有在演，会开车要这样。我演你，他没有在演啦。哇，他是。冷静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上车啊 ，OK， 有 P 档有 P 档。哇塞，好险，看我先打 P 档。好险，我是他打的。没有，他会叫他按的。对，刹车先走，刹车先踩，像刹车踩完，对，然后那个先跑过去，往右边跑过去。等一下，慢慢来。是有拉手刹车对不对？好，慢慢来。你有拉手刹车？对，刚好像压到手刹车。哦。好，刹车，然后你们转，随便找一个格子，对，随便找一个。我先看一下左右的车。好，没关系。不是说好了不干涉他？对，让小姐叫好了。让他自己那个。不是，因为我也会紧张。你干嘛紧张？有，再来。再，没有，再，继续。继续 ，OK 的 ，OK 的，还没，好，我们重新来一次，他就是一次就够了，不错，是人吗？没有吧？可以，吗？打 P 的 ，P 档 P 档，点转多一点，转多一点，加油，第一关过，耶，恭喜，哎，好，加上50哦，突破，多到红绿灯，耶。刹车怎样成就？刹车很，还有进步空间。哦，好。对，是人吗？没有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